哦，有东西。哦，还差两个。看，雅各走路怎么感觉大摇大摆的、啊，好像流氓哦，感觉好像我欠他800万这样子。苏联把囚犯送到这里的矿坑工作，矿坑工作还是不够。他们抓走了我的族人，迫使孩子和母亲分开，让他们像奴隶般的工作。他的族人像是采矿，反倒像是在挖掘古文物。大概吧，只要可能有宝藏，他们就会去大肆挖掘。那些看起来很古老，这感觉像耶稣，有吗？找到了什么？这问题你可能得问他们。我们必须离开了，这里并不安全。都看完了吗？好、啊，没了，结束了。啊，我们要怎么离开？转身离开吗？走这里吧。嗨，江小姐安安，感谢你的牛肉，阿伊嘎多。明天我就煮来吃。我的村子在山另一边的山谷中，太棒了，会十分安全。有牛肉可以吃的。这个拖拽师最后一台直升机出发了，最后一次了。控制中心似乎遇上麻烦了。开到几点了、哦？应该10点、11点左右吧。哇，掉帧哎，好严重啊！想不想我介绍一个女朋友？不用了，待在这，交给我来处理。如果你说是介绍朋友，倒是还可以啊。介绍女朋友，我就不必了。哦，交给我，交给我，逃出升天。等等，快弄好啊！搞定，你可以开始了。你可以开始了。哦、快让这家伙上路吧。哇塞！肯定要一组人马在暴风雨来临前回家铜矿工厂。把它全部攻略掉有点难吧？我觉得。暴风雨要来了，我们必须停止直升机起飞。可是我们还有很多区域要调查，我们只能派更多人出去了。康斯坦丁要我们派人去铜矿矿坑调查。铜矿矿坑？他们在监狱中发现一些古老的记录。Oh my god！ 片和矿坑的地图。Hello， 你好吗？苏联人，我觉得我应该先弄对面的才对。他们一开始可能也不知道，但最后一定有发现什么。会被发现。好，由此可见，这边的 AI 全部都是低能儿。啊、哦，这边的 AI 全都是低能儿，应该很好对付了。哦 ，Oh my god！ 那等他过来就死定了，我跟你讲。呜！加追个！啊！被发现啦！我明明已经躲得很好啊！完了，我要死掉了！哦噜噜噜噜噜噜！哦噜噜噜噜噜！噜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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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噜 ！Nope！ 哎呀 ！What the？ What？ Good！ Good！ 挥空！挥空！要死了！我还是硬 A 好了，好不好？感觉我做硬 A 的天分而已呢。有了。安娜已经谈。雅各，安娜感情用事太多、啊、我觉得安娜到后面一定会挂掉。去吧，我已
定在里面了。啊，被发现就没办法暗杀了、啊。我刚刚本来想说慢慢暗杀的，结果太早露出馅来了，露馅了，有没有？算了，反正也总算解决就是解决了，不管了。诊所。这可以干嘛？哦，这里跟这里啊、哦。站在柱子旁边。哦，把它勾到这里。然后我可以从这边上去，这样子爬绳子上去。安娜，我得进去里面。哦，糟糕，小心点，罗拉。哦。我们到了，后面还有一群敌人要打、啊。不急，要离开这个冷死人的地方了。哎呀，你好，正好有个消息。米菲娘娘，勘察的结果显示，在山的另一边，还有一个原住民的原住民阿秘书。坏了，马上如你所愿。是我们两个，前提是你不再三心二意。什么意思？你对他太滥情了。到现在还是让卡福特活着，沉湎于过去对我们没有好处。你怀疑我？你明明知道我为圣三一付出牺牲了什么，我可是面对了。开始装可怜了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我没事。柔情攻势，都曾经有过一段坎坷的过去，但我发誓会永远保护你。这下是谁太感情用事了？哦，好感人啊！我保证，这一切有了神圣之云，最终都会值得的。他说讲哦，你不会死这个字幕说得太快了吧？更重要的是，你会活在敌境罪孽的世界。敌境罪孽。派你的手下去这个据点，看看他们知道什么。这样太危险了。飞太远，抱歉了，我想接这个，被他 Q 到了。让我放松一下。飞太远。等任务完成以后，这些事对我们都没有差别了。唐斯坦丁，牢房这里需要你过来一下。我们要同进退，别忘了，姐姐。啊，是他姐啊、哦。永远。原来那是他姐姐啊！我一直以为只是合伙人这样子，原来是兄弟啊！好、啊、兄，你在做什么？姐弟，啊，姐弟。人类必须接受审判，无信仰之人将会化为灰烬且消失殆尽，只有心存正念之人将获升华，并且。永生不坠。他头发怎么变这种颜色啊？快走，我在找你。好，该逃了。我们必须找到他们，继续找。他们一定就在附近。哦，躲避圣三一士兵。好，想办法离开这里。拉格劳动营的尽头，我会在那里等你。马上过去。再次来到外头北边，杀出重围。可恶，得快点离开这里。好，该走了。伤级嘞，这边有妹子可以看。
每一个都不错啦，可以商解商解。圣三一士兵的军队队徽，我队徽队徽还蛮帅的嘛。这些人行动隐秘，连自己队徽还蛮帅的，我觉得是这样吗？没反应啊，这里啦，绑到这边来，并没有被电死。我不想要当，我不想要当那个黑杰克的病患皮诺可，这个电死啊，这样就不太好了。我得把电线从水中移出来，然后呢，它会慢慢下降，是不是？这是要我往前跳吗？还是怎样？拉过来，嗯，也不对啊。一条就是一条啊。我的想法是用爬的过去啊，可是感觉好像也不是这样子的做法哎、欸。可以再拉吗？这已经到极限了，感觉是极限了哎、欸。我要跳过去了、啊。你会上传这部吗？也许可以利用这个老旧的曲柄。我是会把它剪一剪啊，跳过去。嗯。哦，下面已经没有电了啦，难怪，我懂他的意思了，不是用爬的，他那个刚好上面有漏电，有没有？然后你这个东西在下面的时候，它会产生电流，那我们把它拉上来，基本上没问题了。一切都是我想太多了，糟糕！哇，我的枪，我的枪，你死定了！为什么会有慢动作？他拿到步枪了，好哦。他拿到步枪了，哇，不死之身哎、欸，这家伙。快点，边跑边拿。炸飞高高，松快，哦，直升机来了，干嘛？滑鼠中键按住制作爆裂物，我还可以马上做爆裂物哦，这是怎么做出来的？嫩，那个，苟延残喘。当我们朝山谷。哎、欸，后面有包包，转到。雅哥，雅哥是你吗？罗拉，小心，到处都是他们的人，你将会出事的。他在那里，解决了。被发现了，糟糕！我还有时间存个档先。经过数周之后，存档。
哇哇哇哇哇！这个死掉了。拿到弓箭。解决。爆头经验值好像还加比较多，有吗？手上拿个手榴弹，哎，等一下，拉下来。原来这本来就可以提早拉哦，通通都不知道呢。这也可以拉下来、欸。我现在才知道，哇靠！我掩护你，完全看不清楚啊！哇，有人冲进来了！发现敌人，救他一个，救他一个！行动，速战速决 ！No。这叫穿盔甲是不是？干好硬，穿盔甲硬邦邦。我要被炸死是不是？我干还没死。抠死你！我要穿盔甲。终结技要两次。哎、欸，我血是满的、啊。哦，这边全部打完了。几三小？全崩了。老头，你住台北哪里啊？新北市啊？干嘛？你要来找我、啊？可以啊。等你来，发生什么事？已收刮，我按了他不给我收，哦，因为我东西满了，不能收刮了这样子。雅各，我好像快到火车站了，你在吗？火车已未到车站。某个军事教派的阶级徽章，是圣三一，还是倒吸一口气，是圣三一啊！超级厌恶圣三一这个组织，有没有？又一面苏联名牌，敌人必须为他们的罪孽付出代价。嗯，有点黑暗。要签名照。好啊，找得到我的话就可以啊。怎么听到声音？哪里啊？哦，看到了，超帅！
你怎么这么慢才来？我以为你出事了。想都别想，感谢你帮我逃出那里。斯文粗犷男，小心！啊，还要跑啊！哇哇哇哇哇！我的显卡要烧坏了，我显卡要烧坏了！What the hell? Jump, jump! 哇，重重包围了，跳下去了、啊，这怎么办？只能跳了。冰冷的水中存活。我觉得我要溺死了。我记得我们罗拉的这个肺活量真的是非常的差、啊，上次才稍微溺毙不到五秒就挂了，居然在这里可以毙这么久，也太猛了吧！快点！啊，死了？哦，没有，吓我一跳。原来是信仰之跳，信仰之药。哇！这个再不赶快找据点休息生火，迟早会冻死。哇！直升机还照样追来。罗拉，快跑！罗拉，罗拉，快点，快点！哦 ，Oh my god！ 超会跑！哦，哦。一架直升机居然射不死一个女主角，哇，去了。好，这是他亲眼见到他老爸挂掉的画面，自杀还自己清白这样子。我是在发抖吗？放轻松一点，超级抖哎、欸！把这喝下去，你会舒服些。失温了，你大可不必救我的。换作是你呢，我会好好考虑。显卡跟那个飞弹一样炸开，我显卡还现在目前使用率98%，感觉快不行了。你究竟是为什么拼了命也要来这里？为了神圣之源。我知道你在寻找什么，迷药。我想知道的是原因。在我小时候，我跟父亲相依为命，他也是一个考古学家。他过世前的最后几年里，全心全意的在研究着一个长生不死的秘密。不过当然没有人相信他，包括我在内。果然是美国淘汰掉的，连玩具，我们最后一次的交谈的玩具连人都杀不死，是在吵架。阿帕契啊，被淘汰掉了。他不久后就自杀了。
我以为我已经学会接受这件事，但是发生了别的事情，然后我看到了原本以为不可能发生的事情，那件事改变了一切。我意识到我父亲可能是对的，他一生艰困也很孤单，却是追逐真相而死。你相信神圣之源真的存在？老实说我不知道，不过只要他有一点的真相，我都要把他找出来。我猜这个男的是不会死的，总得要有人去揭开他的神秘面纱。因为我觉得他就男主角，对不对？改变这个世界，我觉得雅各应该是，雅各应该是男主角啦。一副男主角的脸，有没有？男主角脸。长生不死的秘密，你希望让圣三一得到吗？我当然不想。那我希望你可以继续进行你的任务。但是只要稍微改变，我没有看《钢之炼金术师》哎，所以说我不知道。加入我和我的族人吧，协助我们赶走康斯坦丁和圣三一。那在那之后呢？然后就离开这座山谷，然后我们就在一起这样子，并知道自己做了正确的决定。不，很抱歉，我不能够那么做。不能。还是不会。我会跟你一起对抗圣三一，但我的目标绝不会改变。要是我现在放弃了，你就会让你父亲失望。不只是他，我需要找到答案。雅各，我想要理解这些事情。你要走了？我不知道为什么他现在这个，他现在这个打扮的这个雅各啊，他我想到那个刺客教条。刺客教条什么叛变了？旧矿坑就能更快抵达，还是刺客教条什么枭雄里面的雅各？你休息一下，打扮还蛮像的，有没有？我很快就回来，只是他的没有胡子。刺客教条的枭雄的雅各是没有胡子的，有像到。他在拖时间不喝药，全新的冒险等着你。感谢你购买什么？巴巴雅嘎。巴巴雅嘎女巫神庙，粉红色，新任务，邪恶溪谷。你在吗？哎，我换衣服嘞。可恶，他在哪里？才刚走位就不知道他去哪里了，那么屌。我们现在玩才17%而已。新的避难所，雅各先走一步了。再次孤身一人，似乎隐瞒着什么东西，但我又说不上来。这股感觉非常怪异，但又令人感到放心。爆炸范围提升近战杀伤力，我觉得我还蛮适合近战的。好，不过这装扮有点丑，就是了。包紧紧哎。哎，勾不到，说不定他在同步记忆，刺客教条吗？掩护单位，我们在旧锯木工厂碰上了当地人，我们击伤了他，但他们好像在周围设置了陷阱，我们目前有一人阵亡，正在进行搜索。哎，这不是原本的那个避难所吗？别开枪，我是雅各的人，我是雅各的人。但这些混蛋先找上了我们，然后他受伤了，然后呢？天哪！支线任务，我死不了的。但要是入侵者回来的话，我需要一处安全的地方静养。那边那座桥梁后面有一座冷穴，敌人不会去检查那里的。但我现在没办法，女生也不会死。清空那个洞穴，如果你能杀掉他们，我们就会有一个安全的地方可以集结。我甚至还可以给你一些手枪用的装备。哦哟，那么一言为定了，太棒了。当然了，你先找个安全的地方躲好。在哪里？这个地方。我们粉红色要不要解啊？这是 DLC 资料片的东西呢。很快就回来。解了会不会拿到什么特殊道具还是神器之类的？有没有？